紧张兮兮的一天，但是呢，饭还是要吃哦，所以我们菜市场买菜啦。今天的企划内容就是员工假企划之名凹老板买便当之 FOSA 到底多能装篇 ，Go。走啦，已经当成白牌车在骑了啦。今天台湾外海很刺激，然后已经宣布货品来台湾的规则要改变，所以其实我现在心情很乱。哎呀 ，FOSA 其实哈，我说我在前面粘了这么多放相机的地方，但是其实效果正拍反拍都不错。如果你要拍360的话，可能这两个啊，拍360太近了。但是我们刚才试着把它架那个延长的它那个晃吼，塑胶壳会受不了，所以也只能这样子啦，所以效果就有限啦。然后 OK， 我们先来去买便当，肉羹饭，买三个肉羹饭，好，哦，好帅啊，勾引，情杯啊。哦，今天人很少哦，因为已经1:30了。OK 啦，来到我最爱吃的鸭肉跟饭。老板，我要包三个鸭肉跟面，一个高丽菜，三个卤蛋豆腐。上次就是带人来这边，然后去刮到 Linking 的 FOSA， 他这边哦有给你一个隔板，其实他可以放下两顶全罩的安全帽，大鸭尾的除外。这边啊，他还会给你图案，让你参考一下怎么放哦。你可以放在这个位置这样放，然后安全帽放在这里，然后就有这边一个空间，下面一个空间，这样放。我的好了，这么快哦，还来不及解说了。那我看一下，我这个要放这样。300-500块给你找，谢谢。像这样这个就放这里就好了，这个有点高，不太敢放。这个挂前面好了，这个新来的小帮手。我要买什么东东呢？笨鸟，今天怎么觉得摊贩也比较少啊？来去买一些饮料好了，买一些肥宅饮料。这边交通环境很好吧？多么友善，对不对？爱怎么停就怎么停。现在挡风玻璃，你看哦，可以到这样，刚好我坐挺腰的视线刚好落在这里。安内啦，套中到了喷来喷去啊！哦，原来外面没有很暗，是我的玻璃很暗。其实前阵子才补过货，几乎该用的都有买了。安内啦。最低只要0元，肥仔快乐水，那个六瓶，不对，这边是不会有大魔的吧？都是膨化食品，但就是要吃一下膨化食品啊！我还要啤酒，这好像不错。没了，先结吧。哎，有小瓶的。哟，不用，我今天塞车厢就好了。我干，你够重的了，我会痛哎。
一下一下一下。哎呦，知道了，厉害了吧？这个应该可以吗？看一下，然后这样，然后这样，哦，这母蜂巢，有没有觉得很夸张？赞吧！好了，执行完任务，回家去。这就是为什么有了这台 Forza 之后，我就很少开车出门了，因为它即便是下雨天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障碍，实用性又很高。你看看箱塞这么多东西有没有？一般的购物都已经够，除非你是买比较大，像上周去买脚架，那没办法。要不然像这样塞几个人份的午餐，真的是买菜车啊！哈，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日常啊。阿伯啊，不要发给我，我没有钱买房子。哎呦，他看出来了，他看出来我没有钱买房子。你的订单回来了。你要期待一下塞了多少？这个野餐等级了吧？吃的喝的都有啊。老板买了啥？鸭肉羹。下次不要再做这种企划，没有下次。下次做这种企划，我要给你们收钱。这尾巴。偷刀。偷刀。好。还有，各路好兄弟啊。好啦，这是我们买回来的这一堆东西。那今天一开始觉得好像有那么一点被同事弄的感觉，但现在好像蛮明确是被弄的，而且居然没有买到自己的午餐。其实不是没有买到午餐，有一个人说不买了，那不用买我的，我要自己去买。然后我就出门去买，然后买完再买饮料的时候加一哦，你全家都加一了。现在你看到这样子，就是临时买回来就这样。上次其实我也买了一堆像这样子，然后还买了洗衣精，还买了拖鞋，反正就是这样拎回来。所以像这样摆起来可能没有很多，不过你要想一台车子可以这样出去吼，买那么多东西回来已经不简单。如果是以前的那个仿赛或者是街车的话，应该就这一包里面的一小包，对，这里面一小包，两包吧，对。现在可以买这么多回来，所以这也就让我陷入了一种，你到底是要买一台让你觉得没有很帅的车，但是每天都用得到，还是你要买台很帅，但是其实你都用不到的车？你到底要让自己爽，还是要帅给别人看？让自己爽，还是要给别人看？对，总之就是这样子哈。那今天就是这个外海很热闹，然后我们很无奈，然后这个来了一个日常小确幸的企划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哈，开心吗？开心吗？吃饭啊！